也很想。地位是由听入来，啊那悔恨就是讲后悔，是由讲而生。所以人讲，咱讲话爱互听了欢喜，啊做代志爱互做了灵光。所以老师讲人讲讲，上天对每一个众生拢是公平的，拢是大公无私的，拢是寸光不埋的，先得必偿。那么在因严格回归体制中，就是讲道理啊。恁如何还了钱？你无是天论的制裁，所以恁所讲的不可以言相言，不可以言反辩。咱刚才咱以言来当反辩，咱讲一句话有来办咱的结局，因为有时人讲一句倒台两台就死，但是你的话会让人去死。所以我们讲话较大多，所以咱会使以言来排解，唔通听风就是雨，听着头啊就讲话，歹歹歹人的名声，你会做比歹人较严重。所以咱以言无数，咱来以言立言，以。